再来，再来，好。还是梓潼的技术好，那当然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怎么背我的包？还给我。哦，嗯。对了，梓潼啊，你看你帮我设计的这个裤子也短，还不给我穿袜子，会不会不好啊？你看呢，现在这样裤子呢，加上不穿袜子，就叫时髦和时尚。现在呢，你呢，就终于不像化肥厂的小老板了，像一个成功人士。来，刘大星河，来。整理整理啊，多帅呀、啊！你看，我觉得穿的有点不舒服。很好看，很像成功人士的，自信一点啊，自信一点，来。走了。走了。哎呦，你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？来，成功人士，走。来了，老叔。哎，星河，今天穿得很讲究嘛。我搭档。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咱们先来点甜点，大餐马上就到。哇，好叔，现在赚钱了，挺气派啊，都请我们来喜来登了。这算什么呀？咱们这个厂有了星河这个专利的帮忙，那订单是一个接一个呀，钱是大把大把的花不完呐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哎，星河，我上次跟你提过一回，照咱们这个事态的这个发展呀，形势是一片大好，钱只会是越来越多。我的意思呢，有了钱呢，咱先别着急分红，再多进几台机器，扩大再生产，从长远考虑，这是利大于弊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不同意啊？好说，你别急嘛。星河呢，他不是说不同意扩建板材厂，他只是说不同意仅仅只买几台机器扩建板材厂而已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最近呢查了很多的资料，借鉴国外同行的经验呢，我建议板材厂由原来的平面生产板材改为立体化生产。你看，立体化生产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仅呢是生产板材，而且呢将板材加工为一些成品家具，下一步呢再扩展生产一些其他的什么家具配件呢，比如说玻璃、窗户，实现一个住宅工业整体化。好啊，那咱们赶紧朝着这方向发展呢。好叔，您别那个听风就是雨，梓潼建议的虽然很好，但是这么做的话呢，就相当于要重新建几个工厂。我们现在的钱是远远不够的，资金方面呢，就是我们首先要去面对的问题。钱不是问题，这个我来想办法。哎，好叔，那个您要是当我是股东的话，可千万不要去借高利贷了。那你不去借，这钱能从天上掉下来啊？总之，不行啊。其实你们不妨考虑一下融资啊。融资？这怎么融啊？就是以入股的方式招募一些投资商，有钱呢大家一起赚，赔钱呢大家一起赔，做到荣辱与共，风险共担。你看人苏姑娘啊，又有学问又有胆识，你小子运气不错呀，找了这么好的女朋友。她没有来得及出国深造，我都挺过意不去的。哎，我这么有文化不留下来帮你，那你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那不是什么话，谁是坏人呢？我是啊。不是不是，梓潼不是这个意思。好说。对了，梓潼你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养家，努力养老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其实呢我只要过上简单的日子就可以了，只要你们的事业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上放心的房子，让秸秆有出路，还有让更多到城里打工的农民能够找到工作，我就觉得很值了。哎，梓潼，我刚才在思考你们说到那个融资，对吧？是融资吧？融资，我们就针对这个目的
可不可以做一期电视节目，然后让志同道合的朋友呢，看能不能来投入我们，给我们投资。这个主意好啊，广告广告嘛，广而告之。这个应该没问题，我去联系这个事儿。好，好，那太好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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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以饮料代酒，干一下，为了我们的未来啊。那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，就是荆州的环保明星刘星河，来，让我们有掌声欢迎他。刘星河，哎，不就是你那个挺正的哥哥吗？大家好，是 我叫刘星河。刘先生您好，一块看看。现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呢？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，也非常紧张，就像在乡下选牲口一样，你们围着我们，你三层外三层，挺热闹的。刘先生挺幽默的哈，来来来，你先请坐。我知道啊，今天刘星河先生呢是带着你的最新环保项目的新设想来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想把板材做成家具，直接把它放在新的房子里面。那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呢？好处是我们用的材料都是环保材料，从秸秆到粘合胶剂再到外漆面，加上入户施工啊，这都是绿色环保。当你们入住新房子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放心，因为我们的环保材料就是给你们健康的保证。非常好的想法。那我们环保明星的想法能不能实现呀？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嘉宾，让我们有掌声欢迎他的出场。欢迎黄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。黄教授，您来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声呢？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啊，来，请坐。一看就知道黄教授和刘星河的感情一定很好，因为我也知道，就是之前刘星河研发的那个环保板材是由您来主导鉴定的。那现在呢，他想将这个环保项目进一步的去发展和开拓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想法？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设想。所以如果星河先生的这次设想能够成功，它是一件造福百姓的事情。今天啊，我们不仅请来了黄教授，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。虽然呢他没有来到现场，不过呀，他通过 VCR 给我们带来了他的想法。来，请看一下。环保是一件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切身相关的事情，它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或者是书面上，而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，去真正的把它落到实处。星河的发明虽然只是一个小东西，但是由点及面，希望它能起到越来越多的作用，所以它是值得提倡的。